来到绕境现场，发现可疑男子，远警立刻上前将他拦下来。Hello， 去哪里？你送我过去吧。等一下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啦。邮局这边支援一下。等一下，你要干嘛啦？巴黎公司啊。没想到对方态度却很嚣张，不仅不肯乖乖配合，甚至还先亮出名号。蹲下，蹲下啦。开烟了。而另一头，远警也发现两名男子神色慌张，第一时间上前盘查，果真搜出毒品。事后调查，这些嫌犯竟是同一伙人。只见庙会现场随处可见巴黎公司字样，原来他们全是天道盟旗下分会成员，来到绕境活动示威，甚至还找来小姐排排站，这才被警方盯上。警方调查，林姓分会长带头的巴黎公司，除了经营土方工程，也有从事高利贷放款等业务，常在巴黎地区横行闹事。过去就曾有好几名 K 一恶煞不顾一旁就是灵堂，上前追打被害人，甚至穿梭车阵打到路中央，吓得驾驶连忙闪避，报警处理。针对巴黎地区林姓角头进行强力扫荡，经长期搜证完备后，报警指挥侦办，成功查获19人违反组织犯罪条例。伤害、妨碍秩序等案，帮派高调在庙会造势，被警方盯上，棒打出头鸟，一连展开两波扫黑行动，将嫌犯查缉到案，彻底打击黑帮气焰。三立新闻，张文贤、赖欣怡，新北。